锦喜四十一圆你黑锦梦。大家好，我是柯锦喜。玩过超凡先锋都知道，超凡先锋是一款夺金竞技手游，所以这个游戏的金非常重要。无论任何人教你搬砖技巧，都是需要你一点一滴的去积累。一局100万是有可能，但是很难碰到。有教你跑车的，有教你当老六的，还有人教你全装横扫全图的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不管任何方式，你都需要一笔启动资金。重点来了，打今儿起，我氪金西准备发起超凡先锋黑金扶贫计划。很简单，只要你想开黑金门槛，我就尽可能帮大家圆黑金梦。这就是黑金扶贫计划，想参加的兄弟们评论区告诉我，记得留下你的游戏数字 ID， 还有别忘了一键三连哦。毕竟你们的支持是我开展黑金扶贫的动力。今年四十亿身家，只为圆你们的黑金梦。能开麦吗，兄弟？可以。走吧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，兄弟？很多假的氪金系是吧？就给你刷礼物。不用，你看过我的素材吗？我的视频。视频刷到过。我靠！你刷的哪一条啊，兄弟？刷了，你给他们发黑金卡，把那个删了。兄弟，你知道怎么辨别我是不是真的氪金系吗？不知道。你看这是什么？那肯定是真的，那必然是真的。你把它装上，一会儿你亲自开门来吧。谢谢哥。爱你么么哒。